好了，移动一根辣条变成一个新的字，这100块钱可就归你们了。我来，都别动，我来。行，那大宝你就先来吧。这也太紧了吧，就这样把它放上去。这哪一是个字啊？放开，看我来，放我的。看来这100块钱你们是谁也拿不走了。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呢？那行，带状你试试，九三希望寄托给你了，加油啊。是啊。一群二傻子，我肯定没错呀。不愧是你啊，大壮，这100块钱就奖励给你了。谢谢姐，那我走了。静香姐也太偏心了吧，这根本就不是个字。哼，对呀、黑店我们再也不来了。没错，走走走。没文化真可怕，你们把手机倒过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字。贪小便宜吃大亏。这一整盒在食堂多少钱啊姐？1盒6块。那这一个手摇棒棒糖呢？1盒3块。那还是买1盒划算吧。你送的是个空盒子呀，没意思，爱买不买。姐卖钻石糖啊，愿者上钩。嘿，有办法了，姐，你看是飞碟。哪里？在哪里？飞碟已经飞走了，外星人让我带他向你问声好。别贫嘴了，你到底是买还是不买？买，给你6块。